朋友们好，今天我们用《痴心绝对》这首歌来做简谱试唱练习，重点要注意四四拍号，每小节中每拍音的强弱规律，它属于弱起小节。三处六度音程的地方要特别注意音准，还有休止符、附点音符和连音线的地方要注意时值的准确性。难点在倒数第二行中，有最高音和最低音，以及休止符、连音线、附点音符，要做到正确的把握。好，我们开始练习吧。哆瑞咪咪咪发咪瑞瑞哆瑞瑞嗦瑞哆西哆哆哆咪咪哆哆啦西西咪西啦嗦啦啦啦发发咪嗦哆啦嗦啦啦啦咪发哆哆啦瑞哆哆瑞咪咪咪发咪瑞瑞哆瑞瑞嗦瑞哆西哆哆哆咪咪哆哆啦西西咪西啦嗦啦啦发发咪嗦哆啦嗦啦啦啦发发哆哆哆西哆。